大家好，今天过来山里采小竹笋，因为还没有长出来就采了这么多。现在去上面那些水沟边看看那些夏季兰开花了没有，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夏季兰开花的季节，它开的花特别的美。哎，这一就是刚好它已经开花了，这个它的花期特别长，有最小有半个月。这个就是夏季兰，看它的叶片，这是它开的花，这种是粉红色的。看这里又有两颗，这两个是小的，这种也是粉红色的。这种就是绣花针，也叫做黄脚鸡。这种就不是粉红色的。这里都有一大片，它开的花特别多。看这里还有黄金，这是野山黄金。哦，这里一颗琼楼，看这个琼楼就特别漂亮。这野山琼楼，这些就是夏季兰，这些是它的叶片。它的花期也特别长，半个月之久。它可以入药，也是一种药材。它是属于兰科植物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小竹笋又没有采到，转了这么久，现在回去。